按照棒球规则6.06条第一项啊，这边的一个规定呢，击球员啊使用违规球棒啊的话呢，怎么处置呢？就是打出的安打不算啊，有垒上跑者进垒也不算。那打者呢会被宣判出局，那还要被勒令退场。那但是呢，有一个重点是哦，不会被没收比赛啦，因为棒球规则它所隐含的也不会溯及既往。对，你当时没有提出质疑的时候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已经成立了。对，但是违规球棒呢，不仅是对方的教练可以提出质疑抗议啊，连裁判都可以主动啊，主动抓你违规球棒。那甚至呢，你如果拿着违规球棒进打击区，投手都还没有投球，裁判也可以直接抓你。哦，这边赛前来看一下纽西兰来的小朋友他们所演出的战舞啦，这也是纽西兰的运动队伍他们特色了，特色啦。嗯，这是橄榄球用的这个战舞。哦，里面还有一个女生的小朋友。还有最后还要很可爱的吐舌头。纽西兰的这个橄榄球是很有名的了，对，黑山军哦，对，我的纽西兰的少棒队呢特别有带来了一段的战舞，在赛前的表演。哇，这个少棒的比赛，特别是这一次呢，世界少棒联盟亚太区的比赛啊，所喊出的口号就是捕捉乐趣，结交朋友啊，希望小朋友呢都能够很快乐的来打棒球。